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做的鱼木鸭黑鸡啊。大家好，我是木头做的鸡，我叫木鸡。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凡人修仙传。我怀疑你在逗我笑。没有没有，但是你成功了。还不错吧？可以。好了，咱们上期那个干什么来着？空手挑战大怪物，然后做了一个召唤幡。哦，对对对对对，上期咱们是那个制作了这个召唤幡，那个黑鸡的话，他终于是可以越界的挑战那个高阶的妖兽了，对吧？我一直都可以好吗？凭什么说？实力证明好吗？那么咱们这期的话，由于黑鸡的实力确实是太弱了，所以这期咱们考虑那个来。咱们来自己来搭配那个五行灵诀，天界的五行灵诀。What the fuck？ 首先，就是我的战力实在太差了。对、啊，我觉得我很强啊，我非常非常的强。首先，这个什么五行碎片的话，它需要用那个九级的灵石，大概是消耗16个才能兑换一个。这边的话，我已经是把那个五行灵诀魔属灵的那个这些什么五行本源给它稍微的价格提高了那么1000万。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有啊。我说我很强。好好好好，你强，好好好，真不错。这透露着这么敷衍的语气到底什么情况啊？真不错。为什么会质疑我？好了，首先咱们那个搭配五行功法的话，需要用到这个什么功法合成台。这功法合成台的话，它需要九个那个什么九级的这个是什么石头来着？反正就是要用那个九级的灵石去购买。1、2、3、4，我的天哪，好贵啊！快投钱，投钱，钱不够了，快点，宝贝儿，老 baby。把你私房钱都通通拿出来。上次都还没有那个把钱转回来，什么还没盈利，你现在又让我投资1亿？不是，才1亿，我的天，你怎么这么穷啊？两次投资我把钱全给你了，然后返利还没有返回来，你告诉我哪里有钱？那真就是私房钱了，天哪！我现在账户上我看看还有7块钱，连个面包都买不起。我这边没那个，我晚上没挂机，所以他的那个钱没怎么涨啊。我吐了呀，感情你是剥削劳动人民了。什么叫做剥削？这种东西有付出才有回报嘛，对不对？还是成倍的回报，它不香吗？得挣钱就啊。好，你稍等，稍等我一下啊哈！哎呀，你在做些什么东西了？没有啊，我在弄钱啊，搞钱啊。做钱是谁啊？他是一个所有人都需要他的，所有人都需要的，人都喜欢的，而且有很多人拼了命去赚他的。为什么我现在不扫饱食度了？好奇怪哦！你稍微动两下就会扫饱食度的。修行者这么强吗？肯定啊，不食人间烟火呀。你可以选择这样。好，搞了一组，4块4块，还需要5块。OK， 剩余的给他卖进去，先把这个什么功法合成台给他弄出来。好了，接下来你在干什么啊？接下来咱们还得那个，还得准备那个制作一下那个什么，需要用到4级的灵石，2个4级灵石。哎，我丢了个啥？
这个应该是四级的吧，五级的分解。有预检吗？预检啊？啊哈，我放那个箱子里面。你去找一下。首先咱们得合成两个人界的那个五行灵卷，然后再用到这些材料。当然你可以选择给它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比如一二。你学的是什么功法？五灵诀啊。不是那个地界功法是什么的？我这急迫的是急迫是百草真经。急迫是真是金的，那就金的要一份。百草真经，百草真经少一份。好，水火土这个都两份，不能让它重叠，这个造化之气需要很多的。你的给他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先给他那个。二愣子追大傻子说，说啥吧？说忘了。二愣子说大傻子偷他家的裤衩子。你这什么名字啊？这名字可以吧？火，然后土。OK， 名字叫做二愣子追大傻子，说他偷家他家裤衩子。这名字不够响亮吗？二愣子追大傻子，你还会好 OK， 就取这种名字吧。来吧，宝贝。五行灵诀给你搭配出来了。好耶，快来，给你。好，接下来是我的天界功法。你傻逼，你怎么不按我的剧本来呀？太长了取不了。傻子灵诀，你喝皮啊。才五十多万。好 ，OK。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拥有五种属性了。五种属性的那个 buff， 先右键一下，再 shift 右键一下，再做到蒲团上面。好，吾乃世间第一位，五什么什么嘛，世人称他为混沌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他自创了这个什么多灵根的那个修行的方法。成就最强。好，金木水火土都有了。火水，哎，为什么我还少个金？呵，我的急迫哪去了？全部东西去哪了？我少了个金。你看一下你练好这个功法之后会不会少一个那个生命恢复的效果啊？水下呼吸抗性提升，急迫防火，伤害吸收，力量生命提升，生命恢复。哎，为什么你有啊？有急迫吗？有啊。不知道是我名字没取好的原因吗？我也觉得是。二愣子傻大黑多牛啊！一听这名字是吧？正常人谁敢修炼这个啊？算了，急迫没有就没有吧，急迫不要也罢。哼，走吧，咱们接下来去试验一下。哦，对，我这边境界的话，这个培元丹不知道能不能让我突破这个境界。是吗？你要渡劫了吗？没这么快呢，你又找到一个道场。
都被我搜刮完了，你跟我。我这是个什么地形？这个地形好像过来会那个，有那个中毒效果。这个地形有高阶妖兽哎。轩辕风行。吃一吃。哦，不对呀、啊，我那边还没探索完呢，就被个傻子传送走了。哎，周围的生之石。周围的那个呢？周围的那个妖兽呢？妖兽了，妖兽哪去了？妖兽了呀。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妖兽了呀。失控的模式没错呀。会。你没见过一种功法，撅着屁股飞行。撅腚飞行。简称腚行。简称腚飞，哦飞，哦不对，简称飞腚。那叫玉屁飞行好吗？一个都没看到。我起的名字就这么俗。俗一点，俗一点，接地气。哎，高阶妖兽我看到了，纳命蓝，北冥鲲之剑，我们上了。为什么会要来这个地形啊？一个说，中毒很麻烦的。赚钱啊，打妖丹啊，这是最快的赚钱方法。中毒扛着，是真男人就是要扛着。但是他只包点绿宝石，掉了呀！我刚打了两只就掉了两个妖丹啊，八级的。好奇怪啊，在这种地形他居然会刷出一个苹果，刷。可能是树叶枯萎它掉的吧，真不错。哎，它这边就两只八阶的妖兽吗？可遇不可求那种东西。你现在防御又变高了，之前我一拳可以打你30多点血，现在只能打你18点血了。所以我是最好的那个练功木人桩。对啊，你也就能起到这点作用了。DPC 好，飞定，真不错，飞过去。DPC 啥也没有啊。发现了，现在一个道场估计也就几百万了。你找个道场，哪里有我挑战那个什么高阶妖兽来的快？但是我这里有一盒宝盒啊，或者什么灵石袋呀、啊，或者那种弄别的东西，你知道吗？哎，奇了怪了，怎么一只都不耍了？怪打不出来了呀。这周围有金色的地形吗？来这边看看。其实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些高阶的妖兽它刷新的快的话，其实咱们可以发大财，可以否决咱们那个赚取灵石的系统了。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但一个是自动的，一个是要手动的，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选择上来自己动。嗯，我总感觉你在搞地，我现在身处地面的那个颜色，但我没有证据。不可赢啊。哎，啥情况啊？我就会挑战这个高塔的这个 boss 啦。呵，这 boss 你永远打不死，除非一剑给他秒。不好意思，我把他给秒杀了。那对啊，我说除了把他给秒杀。什么情况？
这两天高阶妖兽都放假了吗？低阶妖兽有放假了吗？这个存档里面这些怪物的刷新就是尿性。这片地形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御林军呢？御林军也不见了。哦，禁卫军。东林禁卫军啊。啊。我去，全刷在地底下去了，地面上一个都没看到。看小地图的话，他们全在地底。我得到一个材料箱，这武器材料，这文玉木。低等级的材料现在咱们都用不上了。这个道场下面它居然就是一个岩浆之地。哇、哦、我终于看到低等级的妖兽了。哎，七级的。哈，这些丹药好廉价呀。前面这一群全是一些符啊符啊符。肯定啊，现在道场又满足不了我们了，怎么了？我刚以为要崩端了呢。挣钱失败，全是些符，材料箱也没开出东西，一盒宝环也没开出什么东西。轮回符拿了两张，可以啊，四张。哎，不掉妖丹。拿了两个，哎呀，什么东西打我？还给隐身的。这还有几只？没有啊，刚刚只是应该有延迟吧。看见。九阶灵石，九阶灵石。开出九阶灵石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想屁是不行吗？可以，这个东西我可以满足你。让你吃到饱。来看一下，是你那种方法赚钱快，还是我的方法赚钱快？回来，我这边初步计算的话，8颗8级灵石，12颗7级灵石。然后呢？总共卖出去多少钱？等一下哈，总共加起来的话，各是100000万、2600万，加上，9600万。我总共2756万。哼，拼本事赚钱好吧？我凭的是实力，你凭的是那个走捷径。你这不也不是走捷径吗？什么叫简直？我是凭实力挑战高阶的妖兽，好吧？我凭实力开出东西啊！你那叫凭运气，好吧？我凭实力啊，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铁子。你妈真是想屁吃！你好卡哦，是延迟好高，延迟好高。拜拜了吧，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这悟道台不要敲掉，敲掉就没了。好了，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